亲爱的小草包，看不懂想不通，你的开心难过失落感。导演，这么剪主持人是我哎？哈，你要叫做主持人啊？早讲嘛，这样我输啦。这样剪什么主题？这样剪挑战者是谁？哈？啊好哦，这样不是稳赢。你要我做主持人，你就早讲嘛。今天没玉来嘛？叫我硬咬，我肯定。吃完哦，啊好哎。但马上新的路窄，只能是同样喝个夜奶，不能你和你出来，心情不撒白。为你学会说台，绝不跟我谈情说爱，连送的辣椒粉。我是有尊严的啦。